嘉宾，如果有如果的话，10年前我选择你。 宏远证券有了新的计划，准备撤销海翔分部进行重组。至今已股市印钞机冠名的宏远负责人徐峰极度创下业绩，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……徐峰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妈，对不起。儿子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爸死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 妈，我想知道害我爸的人到底是谁。这些年，我找他找得很辛苦。我不确定，但是他就是你爸当年唯一的合伙人。